旅行究竟在追求什么？我想，旅行真正的意义不是路过，而是走进一片风景，体验不同的生活。这里是马来西亚新山，是我寻找松弛的下一站。在森林城市居住了半个月，发现这里不仅与新加坡隔海相望，物价低廉也让它成为了新加坡的后花园。在来马来西亚之前，心里一直没有理想家园的样子。当我沉沦在森林城市营造的松弛氛围后，终于找到了答案。在这儿，每天睡醒就能看到大海，大自然也时不时会送上温柔的拥抱。漫步在森林城市，悠长的海岸线可以感受椰林沙滩的度假氛围，还可以感受夜晚篝火的热情。闲暇之余，与姐妹到滨海商业街，来一场畅快的购物体验。在这里，中文就能日常社交，随处可见的华人与中国美食让我找到了国内的亲切感，第二家园的形容词再适合不过。一个小时就能抵达新加坡，在居住期间也能轻松体验城市的繁华与购物便利，拥抱自然，在静谧中寻找一份惬意，接纳喧嚣，在热闹中感受熟悉的气息。如果有机会，一起到森林城市，开启美好的海外旅行生活。